靠在我 C 箱。那今天要来回味 PC 版的回忆，今天要玩拉吧。那队伍分析板上有很多大佬做了，然后技术我也没有比较好，那就只好来乱搞了，就弄一些合成跟强化吧。那今天就回忆一下之前的 PC 版的拉吧机啊。那之前 PC 版就很喜欢拿一些红卡丢进去拉吧，那今天就把这15张全部翻新吧。正常来讲其实一红两黄就可以了，不过我们之前在 PC 版的时候其实很喜欢玩一红三黄啊，那就第一张就爆了。算了，反正今天要这样玩就已经有他们会全部爆掉的这个心理准备了。好，第二张，欸，第二张没有爆哦。哎呀，直接从旁边那张80的路过去。18年的陈子豪，感觉穿黄金圣衣的卡片都比较贵。好，下一张，再包一张，没关系，全部拉光光。再下一张，哇，又爆，这个54%有点低哦，出一张80的吧。哎，76的龙猫，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价格。反正今天就全部拉掉，哦，又爆一张，红卡快爆光了，留点金币回来给我吧。哎，一张80的香掌，不知道等下价格会怎样。好，继续，应该没有把我自己要用的材料拉掉吧。哎，13年的关大元。感觉有兄弟的衣服都有可能会有价格，反正我刚刚拉进去的都是一些20万跟30万的卡片。然后再下一张还是有出拉霸机，那比较可惜的是他好像没有那个之前 PC 版的那个拉霸机的音效。之前好像 PC 版在出拉霸机的时候还是都是随机的，这个按下去，哎，对，没有出现拉霸机就爆了。之前是拉霸机出来还是会爆。好，继续。你再出一张80的，哎，不过这是 DH， 感觉没什么用。又爆一张。林哲轩好像不是我刚才拉到的，丢一张 life 卡进去好了，虽然好像没什么用。15的张建明，那张不知道有没有价格，现在好像剩两张了。哎，又爆一张。好，最后一张，这张不可交易啊，虽然其实是可以从市场买一张加零的来合成到加一，然后卖掉了，不过有点懒。啊，好了，这张最贵的没有爆就好了，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变一张更贵的。哎，又是15张签名，哇，两张了。那等下去我自己就要市场了，最好那张是很贵啦，因为这里的拉霸没有办法像有些游戏，其实拉完之后会写市场价，那这边就是要再回去市场查，就可能相对比较麻烦一点。不过这拉霸机的动画是真的很棒，就是之前的回忆啊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喜欢，也可以订阅频道追踪第一手消息，旁边小铃铛记得打开哦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